根据角色身份找出人物个性的东西出来。百年多的筹备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艰巨的一个任务，就是一身白衣，很简单，素衣出现那一下。解脱是比较有信任感嘛？今天开启的就是这个角色。我睁眼第一个看见的是你，我最信任的人也是你。阿姨是我的先生，怎么都轮不到你来探他尸骸？谁敢动他，应受天罚，你要毁了这誓约。咱们也算是同生共死的一场，从今日起我们就是朋友了。我们本都是祖神擎天所创之神灵，为何会有高低贵贱三六九等之分？阿姨姐夫已死，她受不了这一下了。司法过后，前尘往事是是非非，绝不能在千城大泽山和元起神君。若我神力就在，